王梅这个人说起来很复杂，体制内和艺术主流的大事儿基本都找不到她，但是了解她的人又心里有数，她可是影响中国舞界的人物之一。你是北舞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于当时的教育系民间舞专业。对，我就是北舞历史的一部分。1980年呢，我考入了当时北舞的教育系民间舞专业，成了北舞历史上的第一届大学生。其实呢，北舞的大学就是从我们那一届开始的。你在北舞已经36年了，已经是一个老北舞人了。那北舞对你个人的成长都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事情就说起来比较矛盾哈。首先呢，北舞对我特别重要，就是没有北舞呢，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比如说我现在的教学啊，我现在的编舞啊，我现在的研究啊，没有北舞这些都不可能有。所以北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北舞的感情呢就一直是冷冷的。我也在想哈，会不会是因为人际关系呢？我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只有两头，一个是我的老师，一个是我的学生。但是我的老师呢大部分都已经离世了，我的学生呢也很少在舞蹈学院，所以这两头的人际关系呢没有，会不会我对北舞的感情就淡了呢？尽管北舞给了我一切，我也是个老的北舞人了，但我经常呢又会清晰地感觉到，其实呢我就是北舞的过客。细一想又不可思议，因为我在这工作了30多年，几乎可以说把一辈子最好的时间都给了北舞。你可是北舞著名的工作狂，但是眼下你马上就要退休了，那这前前后后的反差对你会不会太大呢？是的，反差何止是大呢哈。过去呢我就不知道休息了，我可以整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的周末整个都不休息，在我的眼里呢只有编不完的舞，干不完的活，我自己不累也不明白别人为什么累。那时候的日子啊太轰轰烈烈了，学校的好多的教室里、楼道里、操场上，天天都能听到我的嚷嚷声。看我，对，重心往前。过来以后再呼吸呼吸。可以往这边走，你为什么不往这边走啊？所以你这边还有没有人了？没有人，快点过来呀、啊！怎么着也得下去啊！六七八一，闲了你说你做什么呢？你是今天明天都没教学？艺术教育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教育的方法？哦、啊。你们现在在回课的时候吧，老在回这不会有救回来了。长臂猿，哎呀妈呀，我这胳膊。但是现在呢我马上就要退休了，这对我来说呢真的是一段不容易的日子。因为退休呢不只是退休，而是这个社会呢告诉你，你老了，我们不再需要你了，你应该退出那个轰轰烈烈的生活。下一场戏，我经常在想，人为什么要衰老呢？功效之一会不会就是让我们来体验一种矛盾？当人的身体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会不会才能感觉到灵魂是如此的飞升？所以我现在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一个人在教室里待一会儿，那个时候呢我自己会躺在地上听着音乐，然后让自己飞扬的神思
在老的不能动弹的身体里撞来撞去。过去我一直觉得心灵会衰老的，现在我才知道，其实人的心灵啊，永远不老，直到死亡的突然来临。这真的是特别残酷的事情哈。但是这种残酷呢，也有一种美丽，它的名字呢，就叫老年。尤其是一个舞蹈人的老年。曾焕新可是舞蹈学院的神人之一，因为他沉醉于教学却多年不评职称，现在的他本应该是副高，却依然为讲师，并以继续讲师的活法成了舞蹈学院的传说。曾焕新，舞蹈是一门非常艰苦的工作，你成为舞院的传说之一，就是因为你面对舞蹈似乎只有享受没有坚持，这是真的吗？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误解吧。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说你不付出就能享受的事情。我是非常幸运，因为舞蹈既是我的职业，同时呢又是我的爱好，所以在舞蹈中我是特别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舞蹈确实是一门非常艰苦的工作。其实任何一个行当，只要它成为你的专业，他就对你提出远远高于票友的要求。而且你说我在舞蹈学院，舞蹈学院是全国舞蹈最高学府，在这里教舞蹈，我觉得你没有两把过硬的刷子你好像说不过去吧。除了完成教学任务，我还得利用课余时间提升我的专业水平。其实人呢都是有惰性的，我也不例外。那么我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跟惰性做斗争，和自己的惰性做斗争，我觉得这就谈不上享受了。
我喜欢太极拳，然后把太极拳和舞蹈进行结合是我的一个追求。那么这个事儿其实说起来挺轻松的，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每天早晨都会5-6点钟起床练拳，然后对太极拳的内涵有一定的了解了以后呢，那么我又要花大量时间去把它和舞蹈做一个融合。是每天那么按部就班的练拳呐、实践呐，说实话经常也会有想犯懒的时候。但是你说我处的这个环境对我的要求，还有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都使我必须把犯懒控制在一个限度里边。每当我坚持然后呢获得一些收获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会很有成就感，那么这种时候确实是比较享受的。你成为五院传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多年不评职称，而且你常年无偿的给学生上早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先说早工吧。对，我常年给学生上早工呢，一分钱没有，我也不在乎，因为我要我想要的东西，一个半小时的课时根本是不够的。那么我一般就会申请早上1-2节上集训课，然后我提前1个小时带学生上早工，这样才会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去磨那个细活。职称其实我也想评，一个是因为我的计算机啊、英语啊，因为各种原因吧没有去考，还有一个呢，我就在想，你看身边这位老师啊，他是副教授，那他水平确实比我高，那么我当一个讲师很正常。那是以前的想法吧，现在我人到中年了，心境呢也慢慢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同在五院了，就我的同学都已经评上教授了，那么我的学生有很多也评上副教授了，那我还是一个讲师，那么这种时候呢，我的心里确实就有些不平静了。还有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经常出去参加活动吧，哎，10有8-9人家都要问你，哎，你是什么职称啊？当他们听我说我是讲师的时候，哎，顿时好像就挺尴尬的。我就挺郁闷，我就觉得，哎，好像我这讲师就降低这个活动的规格似的。所以我现在确实我也想评职称，因为我也是人，我也需要他来提升我的社会地位。不过内心深处呢，我还是觉得这个职称它其实是外界对你的一个评判，我还是看重我对自己的评价。这些年你的专业建树都在基训教学上，但是你的主业可是编导教学，恰恰在编导教学上你却乏善可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对编舞教学我是满怀这种敬意，但是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呢却有点骨感。从毕业留校到现在，算起来我也教了5-6个班了吧，那个编舞课，但结果都不是很满意。我记得我第一次教编舞课是邵小军那个班，那个我当时我就给了一个挺难的一个题目，我让全班都做那个两个人互相不接触的以这种形式来编舞，结果呢学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却给不出很合适的应对。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那个学期是过得非常的煎熬的。考试那一天呢，我站在钢琴旁边看着他们在考试，啊，一边看着我一边汗就唰就流下来了。我呢确实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我愿意努力，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呢，我每天能进步一点点，哎，哪怕每天真的能进步一点点，这样日积月累，我觉得这样生活也挺有意义的。
刘梦辰的本科成绩优秀，据说是全班四年专业成绩唯一没有掉过链子的，研究生的成绩也优秀，最后更是以专业考试第一的成绩留校任教。刘梦辰，听说你留校了，还听说你心情比较复杂，你为什么心情复杂呢？留在北五不是北五人一贯的至高荣誉吗？比较复杂，我没有留在我想留在的编导专业的本科，我留在了继续教育学院，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平台。编导专业的本科呢，主要是高精尖的编导教育，那继续教育学院呢，是舞蹈普及教育和成人舞蹈培训。其实当时我还是挺希望，就我的目标吧，还是挺希望自己能在高精尖的编导领域里面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教育家，所以当时留在继续教育学院的时候，其实心里挺难受的。但是现在我明显的感觉到你已经非常适应和享受继续教育学院的教学了。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怎么那么快就适应了继续教育学院的生活，而且现在好像甚至还享受在继续教育学院上课了。我在想我为什么会享受在这上课，可能就是因为在继续教育学院这个地方，我有了机会可以独立教授编舞课，那在本科这可能是很难实现的，那在继续教育学院呢，我能有一批学生是自己的，在课上他们相信你甚至崇拜你，我的学生甚至会说，老师你知道吗，我从来都不知道舞蹈还能这样啊，我把这些东西带到地方的时候，我那些人都没有见过，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挺幸福也挺满足的，所以我确实现在挺享受在继续教育学院上课的。但是我想知道，尽管你现在的教学特别幸福，但是你原来的那个高精尖的目标你还要吗？要，我觉得我还要我的目标啊。但是好像你是松欣欣的师姐，能力不在他之下，但是这些年你和他之间已经有了距离，他现在是培青的参与者，也是国家艺术基金的获得者，你和他之间这些距离是怎么拉开的呢？其实心这事儿吧，对我肯定是有触动的。我是他师姐，我可能能力也不比他差，但突然间就是这短短的一年吧，心心就已经比我高出一大截了。其实我也在想，这个差距最大的可能性可能就是我没有报那些事情，那我没报的原因好像我根本就不想报，但是我为什么不想报呢？可能我应该就是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些东西，觉得我自己够优秀吧。你看我本科成绩优秀，研究生成绩优秀，我留校成绩也优秀，我在别人眼里应该就是个挺优秀的人，但是就这么优秀优秀着，我就跟欣欣拉开距离了。所以我也在想，我这种优秀会不会是我自己的一种迷思呢？其实我身上所有的优秀背后都有老师的光环，或者说我都是被别人带着优秀的。我留校以后就跟王老师带新疆班了，然后跟曾老师做了你和我和球，做了把杆，包括王老师这次的项目，还有欣欣的培青，看这所有的一切好像我都在做很艺术的事情，但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主动选择去做的。你在北舞可是有勤奋的口碑，但是你不觉得勤奋还需要方向吗？你觉得勤奋和方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现在想想，我好像确实好像是呢，是个挺勤奋的人哈。我以前一直觉得人只要勤奋踏实的做事就会很自然的往上走的，但是现在看来吧，好像我的这个勤奋只是战术上的勤奋，就是我用我自己战术上的勤奋好像掩盖了我自己战略上的懒惰。其实我觉得我挺感谢欣欣跟我拉开这段距离的，如果欣欣不是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身边，如果不是这个距离，我就可能不会
回头看我自己的问题，或者停下来逼着我思考，我到底应该怎么勤奋，怎么过，我勤奋的方向到底是什么。确实欣欣现在是比我优秀，但是呢，我觉得我也不想像他那样活，我毕竟希望我能有我自己的活法，但是至于我要怎么活呢，我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我觉得人生的真相吧，就是边走边活边明白吧。宋欣欣是个想法很多的人，团里的时候就舞文弄墨，为了梦想又放弃了团里的待遇来北京上学，现在又想着出国留学了。现在好的舞团的演员因为分配不好都已经很少来上学了，但是你身为四川省歌的主要演员却来上学，这是什么原因？我在四川省歌工作了七年，也算是个主要演员吧，反正是该有的都有了，但我就是对当时的状态不满足了，就想要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那毕业以后你为什么不回四川工作，就是想留在舞蹈学院，这是什么考虑？北舞吧，它确实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儿呢，它既有体制的保证，又有相当的自由度可以跳自己的舞，而且似乎可以在这里得到更大的认可，这也是一个更高更好的平台，所以我就想留校了。但是直到快毕业了呢，我才知道其实我是没有资格留校的，因为年龄太大了。这个时候我又知道了出国留学人员回京工作可以不受年龄的限制，也就是说出国再拿一个学位回来之后，我就有可能可以留在北京舞蹈学院工作了。你想留在北舞，其实就是想获得圈子里专业人士的认可，那这些人的认可对你就这么重要吗？我就是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认可，而且我承认就是这个社会上所有对于成功的标准啊，还有一些世俗的标准我都想要。以前呢我不想承认这一点，比如说留校吧，就觉得八字没一撇的事情啊，然后就拿出来说会对自己不太好，但我现在也想开了，其实也没什么，这就是个愿望，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愿望也没什么可耻的。既然你已经决定今年九月份出国，为什么你又申报了今年十一月份的培青还有明年的国家艺术基金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最终的决定到底要不要出国，我就想要不就把培青和国家艺术基金都报了试试看呗，万一没有出国的话留在国内我还能有事情做。但是说实话，就是当时我真没想到能选上培青。因为你九月份要出国，导致这个片子的拍摄时间就特别紧，但是你的培青一来，你瞬间就决定延期出国，在你获得培青的同时也失去了同伴的信任，这个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呢？说实话我没有想过确实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这个片子演戏，首先是自私吧，我觉得也没有其次了，就是自私，我承认。如果出国回来政策又变了，你还是不能留校，那你怎么办？如果到时候回来还是没有办法留校工作，我都33岁了，33岁还能找到好工作吗？一个标准的大龄剩女可能连嫁人都很难了吧。而且我是想要孩子的，就算我33岁回来一下飞机或者不下飞机马上就找到一个人，然后也不恋爱也不结婚，直接就冲着孩子去，并且能够顺利的一次就怀上孩子，那我已经34岁了，然后距离35岁高龄产妇也就一步之遥了。而且我可能也那么顺利的就马上找到一个人吗？我可能那么顺利的一次就怀上孩子吗？一个女人30多岁的生育能力跟20多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敢想啊。
其实一想想吧，胆战心惊的，就像一个赌博一样哈。但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好像是没有了。李梦雨可不简单，身为新疆班的学生，竟然一次就考上了研究生。你可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既得利益者，因为你不是北五的统招生，你是新疆生。对，我确实是这个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我是新疆生，我所在的班是由国家政策扶植边疆的这样一个代培班。我们这个班比较特殊，四年的学费都是由国家支付的，然后我们这个班进校的专业和文化水平的门槛都比较低，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策，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可能没有办法，没有资格来北五上学。北五的研究生可不好考，很多人几年都考不上。作为一个新疆班的学生，你是怎么一年就考上了呢？对，确实不太好考，但是我觉得跟我一直有所储备，准备的比较充分也有关系。因为我在附中的时候，我就比较注重这个文化课的学习，而且学校抓的也比较紧。然后到北五来上大学以后，我也一直没有松懈过，也一直在储备这个考研准备的东西，所以可能跟这个比较有关系。北五的学生毕业以后，个个都想留校，但是听说你不想留在舞蹈学院，是这样吗？嗯，不想留在北五，对。我确实不想留在北五，而且压根儿没有想过留在北五，因为从我自己来说，首先我其实是一个挺没自信的人，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周围人都特别优秀，都比我好。再一个呢，就是北五它会给我一种很有压力，很喘不过来气儿的感觉，因为我在北五也有六七年了吧，我身边一直都是一些很优秀很有建树的人，而且如果我要留在这儿，我就明白以后我必须达到跟他们一样的水准，这些水准就要求我在专业思想甚至是艺术观念方面我都不能差，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将来还得过得跟他们一样，永远没完没了的做项目，不停的编舞和排练，然后一工作起来饭也不吃家也不回，这时间
短了可以，时间长了的话，我其实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而且我觉得挺痛苦的，所以我还是挺愿意回新疆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新疆虽然不如北京吧，但是它至少压力小，生活成本低，再加上像新疆像我这样既有北五的本科学历又有北五研究生学历的人少之又少，那以我这样的优势，我可能回去就能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但是这种优势是我在北京绝对不可能有的，所以只要我努力，那我可能有机会就在新疆很快的就能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我才能生活得更好啊。你的老师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把艺术排在第一位，但是你似乎把生活排在了第一位，把艺术排在了第二位，你跟你的老师是不是不一样呢？我肯定跟他不一样啊，因为我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嘛。我老师他可是北五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个时候是1980年，50多分就能上大学，毕业以后一大半也都能留校，他们就连买的房子都是18万130平米的国家政策房。然后你再看他的三个本科班，第一个是02年毕业，基本上也都分配到了国家院团，也基本上都靠着自己的能力买了房。然后第二个本科班08年毕业，那个时候国家已经不包分配了，只有个别人靠的是父母的能力才在北京买的房。那我们班15年毕业，按国家规定，我们这种学历去小学工作都不太可能，更别提买房了，就是连租房都租不起。我们刚好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大潮，压力特别的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能跟他一样，我要选择先生存，我要选择先把我的生活过明白了再去搞艺术。你是一个新疆孩子，被你妈送到北京受教育，现在又要回新疆，将来你有了孩子，你会不会也重复你妈的模式呢？嗯，我想我会的，因为如果我有了孩子以后，我还是会选择把他送到北京来受教育的。我觉得在北京才能受到全国最好的教育。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以后资质平平的话，那我还是会选择让他在北京上完学之后再回新疆。但等他的孩子再有了孩子的时候，我还是一样会把他选择从新疆送到北京来受教育。如果他还是资质平平的话，那我就再让他回新疆，因为我觉得在一个 B 类地区做一个顶尖的人才，总比在一个 A 类地区做一个三流的人才强。
行了，受不了你呀、啊！马上我就要毕业了，我终于不用在北五过这种高压的生活。现在我还是个北五人，但我马上就要成为北五的过客了。这种生活，以后我应该是不会忘记的吧？很可能等我从英国回来，我还是什么都得不到，但我不后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哪怕是错的，我也行使了自己选择的权利。这个片子拍摄中，我才发现我已经偏离了自己的初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片子的拍摄。尽管我教不了编舞课，但是我还可以教基训课呀。有缺憾的人生，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吧。现在我是老了，但是如果从十年以后看现在，现在的我一定特别年轻。所以我要珍惜眼前拥有的，忘掉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穿越。
停地追赶，理想忽隐又忽现，为生活来不及疲倦。阳光下世界多鲜艳，怎么能视而不见。Thank you.